是不能猜。第一关就卡关。怎么可能跳得过棋子？这个炸弹应该有什么用处啊？看不出有什么路线。我也想打，但是打不到哎、欸，不知道打哪里。炸炸不到啊！捞了之后不能动，诶诶，哦，这可以动诶，哦吼，原来如此，关键在这里。上，过关了，被我发现了。三小，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死哦。看这里，这连玄关都可以表、哦。很小啊！哎呦！哎，跟，你想干嘛？Thank you。啊！有没有觉得屁股痛痛的？哎呀，你丢用一点啊！哦，还是不够力。会起飞哦！哦，中间，哎呀！走开呀、啊！这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他会？为什么他会跳起来顶我？全部给我滚开！下去吧。哎呦！
啊！他只是披着可爱的外皮而已。其实是我自己还是玛丽猫。可是他突然出现的东西好像比玛丽猫还多。突然出现的那个吓人的东西。不会还有第三发吧？第三发就崩溃了。啊！哪里去试招？去，哎、欸，哦，啊，这啥鬼？那一堆突然出现的东西。跳过去啦，这样最安全啦。哎、欸，变星星了。是啥鬼？哎呦！好，我弄上去，糟糕！这个不是这样用的吧？这个自己来就好了。Safe。还有啊！嘿，冲啊！看他过关了嘞！这什么鸟龟？鸟炮弹那么弱？他故意的，不让我过关。啊！还丢太用力，哦，好像每一关的最后都很伤脑筋哎。是什么法宝？干！为什么黏住？还有按到什么东西？要从头。啊！不要乱按按键。跳不上，的确很洗脑。那玛丽猫也是啊，弄个洗脑的音乐。
为什么会粘起来？想不通。这个我踩的也会粘住吗？真的，还在挣扎，表情啊，连挣扎表情都有做出来，好酷吧？虾米？哎、欸，这什么时候埋的陷阱？我都没发现。我刚才玩到现在都没发现啊，他埋的太久了。都快要失去它的用处了。方块是弹簧，而且我不知道怎么敲破哎、欸。这边是怎样？哎、欸。不行啊！一定要想个破解的方法，跟第一关一样破解。什么怪物来丢那个刺？炮弹可以踩吗？感觉碰到就死了吧？欸，可以耶！欸，竟然可以踩！是，等他回头，快来一颗炮弹！不来了、哦，啊！我为什么连住就出现了？要踩炮弹，这是炮弹，幽灵炮弹啊，差不多啦。幽灵呢？丢绿蘑菇哦，那么久，绿蘑菇应该也可以拿吧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再来一次。我要冲在，冲在之前丢，不是丢，挡住。啊！靠，那什么东西就可以弹啊？好恐怖的绿蘑菇啊！我弹，我在弹，什么都可以弹。